哦，谢谢艺术家的精彩演出，经典的作品总是这样子，旋律优美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，能够深深打动每一个人的心灵。那么大家谈起来西方的文艺作品都是这样子，给人感觉是高贵典雅，气势磅礴，有很强的艺术震撼力。而相对应的东方文化呢，讲究的是清新隽永，意境深远，给人以无尽的回味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欣赏到了西方艺术的精华，接下来请欣赏东方艺术的神韵，请欣赏孙林舞蹈团带来的舞蹈《花溪》。花溪。Thank you.